好了，大家好，我叫喵司机。那今天的报告是阿美与萌点。这边可能有一些朋友对萌点并不是太了解，我稍微看一下。好，首先介绍我们这一组的成员，有以上几位，然后特别感谢以上两位这样子。好，那萌点是什么？萌点基本上就是GDB 的一个专案，它从教育部的国语字典以及其他的来源查了许多资料之后呢，做成具有注音、真人发音、拟声、动画、音发。英德法米克多语对照访谈 APP 等等多功能的一个字典。那 OK， 那作为资料科学家，大家看到 JSON 应该都会比较开心一点，对，就是萌点把网络上并不是很规范的许多没有就是 structure 的资料抓下来之后，把它转成 JSON， 然后变成Open Data Five Star 标准的 API， 这样子可以让大家都使用。那它解决的问题就是，比如说之前不可以 bookmark， 现在可以 bookmark 某一个词条，方便在手机上使用，可以离线使用，所以不一定要网路，就是小朋友也可以下载放在自己的手机上面这样子。OK， 那关于原住民族的族语字典呢，最大的问题有以下的，第一个是我们有非常多的网站在做网站，还有这些原住民委员会的计划，那更多的呢是这种东西。那身为一个资料科学家，印在纸上的东西就比较不好做一点。OK， 那我们目前要做的东西是这一本方敏英教室的阿美语词典，它是大概1970年完成的。会选这本主要是因为它目前没有版权的问题，我们跟台湾新兴工会已经谈到版权，那其他的资料来源版权还在洽谈当中。这是目前就是这是在这两天之前的样式。大家在右边可以看到的是字典的原稿，然后左边是 OCR 出来。OCR 出来其实正确率已经蛮高了，就是它英文的部分跟阿美语的部分，因为是属于罗马字母、英字母的关系，所以辨识率很不错。但是中文就比较难。那与其花许多的人来做校对以及更改，是大概300多页的字典，村长说要到乡民大家一起来做。所以我们就做了这个切豆腐，切完豆腐了之后呢，就可以学那个政治现金 OCR， 请每个乡民上去 key 这个词条， key 完了之后，我们就可以很快的把它整理起来，变成一个可以用的资料这样子。OK， 那如果不好意思，现在就去HTTP 冒号前面写成 bit.ly， 谢谢Migasoy 是阿美语的砍柴，我砍柴的意思。好，那我们还附有说明书，如果有些人觉得没有说明书不会打的话，可以参考一下。那我们现在征求文字工人，因为最后还会有一些小小的编辑工作，然后还有跟其他已经在线上或者是不在线上的阿美语字典洽谈版权。本计划呢，为了要响应那个，就是为了避免一些学术上长期以来的习惯。所以我们没有研究经费，没有发言人费，没有车马费，没有任何的费用。然后我们特别感谢台湾森林工会的授予版权这样子。好，未来，有一些主语老师他们就是希望稍微赚一点生活补贴，所以我们可能考虑一下集资购买版权啊，或者是人民会有词典，人民会词典是很棒的财哦，有财不砍吗？人民会词典大概在这样，就是上面那个网址，目前有7种主语，它是 ASP.NET 写的 ，post blah blah， 有许多技术性的细节，但是重点是它很好砍。我们今天一个下午就砍了剩下3785个词，不过那它全部也就是这么多词而已了。OK， 好，总之就是一个 type 的概念这样。好，那这样，谢谢大家。